那个叶子跟奇亚各一百这样，各一百，各一百。哎，我在那边等朋友。你先买，你这么大包，你先买的，好炫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多年。看，所以这是你的早餐吗？我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吃个冰糖。我没有，我要介绍你们这个店，然后要怎么进去这里面呢？就是要跟人家买冰糖才可以进去。由您带领。嗨。四罐莎莎雅，就这边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超厉害的槟榔摊，然后台北市最屌的，就是不管是妹的素质跟槟榔的好吃程度，我觉得这家是真的是很屌，而且他们 IG 超厉害的，就是根本是摄影大师等级的那种作品，就你不会觉得好像就是违和感，对，就会觉得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一个。平民的那种艺术的那种感觉，真的，所以常常就会看这些槟榔西施的东西哦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像这个 baby 槟榔摊，他们旗下总共有四位西施，真的，哇，是没错啊。可是我都不敢 follow 他们，就是怕被发现，抓包，那就只能那个，对不对？就只能那个偷偷的，我限动这样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线都按着让它停，然后这样看。对对对，只要不要不小心按到站就好。哎、欸，那你在 IG 上面会不会有妹跟你哈了这样？然后就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我讲真的，现在越来越不敢乱回。你像我们以前久一点，五年前、八年前、十年前，就是真的是可以乱哈拉的。以前脸书真的就是会乱回。就反而是越来越方便，可是你会越来越害怕。欸、这个钢管是真的会有人跳吗？没有，很少。什么时段他会跳啊？那你可是不可能大白天这样子跳吧？练习总可以吧？早上假的？那对面不会站满一堆人吗？对啊，你挡到我，卡到你的话没事，没事，你们聊。哎，我嘴巴磨红，还好哎，还好，边边没有，我不要你们，我嘴巴。这没有镜子啊，嗯，还好，你们这个不错，吃起来嘴巴不会红红的，是你自己包的吗？啊、你要给巴朗克给我们看吗？可是不是说长包手会粗粗的吗？对啊。那我和看你说吧，不会说你是。那你不好意思。这部分我觉得是最难的，塞进去是最难的。Lucky， 我觉得大家围着你感觉很温馨，很疗愈。是这个店的老板娘，怎么想要开这个店？哦，原来就是你开的哦，因为我一直有听说这槟榔摊是一个女生开的，就是你吗？她就是 baby。哎，你很有生意头脑哎。谢谢，我跟我朋友一起。对。有想要开连锁吗？因为热狗最近想要投资生意。当然，欢迎真的吗？木栅可以开一间啊。哎，木栅真的可以开一间。可以开一间啊，真的。那你会找西施吗？可以。
啊。你认识的没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那你 IG 发一个就超多人来应征，好好好，做一日店长那种，哇，可以哎，可以开一间，自己来，自己上。不是，我都想那个回去我 IG 私信你，刚才那样私信，对。特别酷的就是他在高楼大厦的那个巷子里面，但真的，然后走进去就是另外一个小天地，真是太酷了，桃花源记的感觉，真的，初级侠财通人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一个礼拜会来几次？之前就是平常下午没事就会来混一下，你这边带小朋友来也还 OK。嗯，所以你来是会纯粹放空的时候才会来吗？没有，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地方，我就会想要带个歌词本来写歌这样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是会。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在外面写歌啊。那你通常做音乐的话，你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做这个音乐呢？其实现在的话真的是我自己，我是无聊到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才选歌。嗯，真的很赞。比如说像我这次又回来隔离嘛，哇，我在隔离的那个时间我那个创作灵感大爆发，因为真的太无聊了，就是而且你就只能关在那边，就是关在那房间里面，你说追剧好两三天就看完了，那一直靠手，一直靠也不办法、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大概隔离那几天就写了大概四五首歌。哇，写、嗯欸！其实听他这样讲，我反而蛮想隔离。还是你去一下好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去隔离看看、啊，就是假借就是工作，然后去隔离。对啊，对，我就蛮特别的。我今年隔两次嘛。对，我去回，然后去回，哦，真的是很痛苦。没有办法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对啊。那那个时候写歌不是一个选项，所以你现在还有在写吗？我几乎没有、啊。那你后来为什么不继续写歌？哇，就你那时候声势还就是挺好的啊。提早直接进入那一题，真的吗？后面有这一题吗？没有，直接。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在做创作的时候，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必须要表达一些我的。就是我要想讲一些话、嗯、那如果说我的心境和状态是没有想要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创作了。嗯，这个我能理解。对，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我想要看看说我有没有办法去，就是除了做音乐之外，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、嗯、所以我就去体验了一下人生。哎、嗯欸、那你写东西你会卡关吗？我天哪，这个卡关是常常的事情啊。对，那你卡住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子把它？你是怎么样子？其实我卡住的话，我就不写，就把它放在那边，就放在那边不写，然后就是写别的东西先。对，然后可能隔了好几个月，甚至一两年啊，我再重新拿出来，因为我的歌以前基本上都是三个 verse。对，其实常常卡都是第三个 verse。那会不会想到就是比如说到那边想，哇，干，那找个人来 beat 好了，比较快这样子，会有这样。也不会，也不会，就是觉得说这一首歌应该我自己来表达，就是对。但现在的歌都只有两段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歌都比较短，这就是大家就是都因为都写不出来。因为其实我到我去年那一张专辑嘛，我还是坚持走三个 verse 路线，就几乎每首歌都三个 verse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饶舌歌手的功力，就是那种就是大家 feat 来 feat 去，一个人一段很屌，我觉得。那个是开始，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。你真的要到写整首三段弄，这才是功力。我觉得很多那个年轻的饶舌歌都不知道在屁什么，你知道就是哇什么哇我跟谁谁谁合作了，他妈说怎样，他就一人一段 verse。然后想说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自己独立完成一首，这个是真的一个是一个考验这样的。
其实基本上，其实到出道到现在，我还是属于比较单打独斗型的，就我还是去想要去自己去完成很多饶舌的东西。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饶舌歌手该有的自我修养。对啊，就等于是你出这个东西，你还是要对自己再证明一些东西啊。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心态比较不一样了。该战斗的时候，我已经战斗了，我已经这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对，那我现阶段就是想要去享受很多的过程。可是，我觉得我还是有保持那种竞争的心态，就是我想要证明，哎，就是我还可以的，我的演出还是好看的，我写出来的歌还是可以的。那你那时候第一张的 mixtape 是怎么样生出来的、啊？就是其实那个年代，这整个 concept 是一个很新的 concept。你是怎么样子启发这个东西？其实我一开始我是自己做 beat， 真的那时候根本完全没有学，就是东岸西岸、啊、自己在那边用，所以其实一开始那 mixtape 很多歌是我是你做的，就歌就超烂的那种、欸。所以像比如说什么钓虾场啊，什么那个就对对对，那个是那个 beat 是我自己做的。哎、欸，帅，好厉害、就是！今天挖到了一个这个对，这个对我是今天大概最冲击的一件事。那你在录音房间里面有没有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情？这个我有，我这个你有是不是？先不聊我。我以前那个疯狂的事情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讲。为什么不可以讲？因为那个就是追求饶舌歌手的梦想啊，大家都想要，对不对？因为跟那个你刚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问吗？好，那阿志姐还在，阿志姐还在。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，就是跟魔岩唱片签约的那时候，我跟大 K 嘛，然后一些魔岩的人那样子。然后我们根本就是已经非常状况，然后比如说大家在聊，然后大哥已经不行了，我们要正式签约谈合约的东西，那他已经不行了，他就是真的，他就是比如说你的手给我，就是比如说在桌子下面嘛，他叫我的手要这样一直按他这里，保持清醒，然后就是干我自己就很跟他谈这种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是这样捏，然后还要这样偷偷摸摸的这样捏他，就是干你要清醒，就是超级夸张的那种。还有讲到这个干真的讲不完，就导戏真的有一次超扯，就是已经回家睡觉了。然后就是他就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电话，手机打，他就打我家里，就是我看你到底要干嘛那种。他就是那种，哦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接电话。就是我刚刚对我自己讲，就是这通电话，你再没有接，我要去自杀。真的救命恩人。然后他就是现在马上要坐计程车来找我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大白天然后聊天。然后去一个公园嘛，然后靠腰那天还就涂完公园下大雨，就下超大雨，然后我们两个人躲在那个溜滑梯下面的那个棚子，就是那种，因为还有你也不知道讲什么，然后就是很伤那样子，然后就是一直看下来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，然后在那边度过了一个下午，就是干超扯，以前那种狗屁早知道事情超级多。两位台湾饶舌的 OG 躲在溜滑梯下面。我以前在网络上可以讲超级多垃圾话，像 Facebook 它都有一些动态回顾嘛。我在看，我以前怎么讲得出这么好玩、这么扯的话？像我这一句，一样。对，就是，可是现在叫我讲，我可能不好意思、欸。就是真的，现在网络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好玩，就我没有办法那么轻松自在的去做自己，或者去那么肆无忌惮。而且像你儿子已经国中嘛。对啊，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做的事情，他也会看到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个。他有 follow 你吗？有，超扯的。看你儿子 follow 你，你会叫他你要来 follow 还是说你不要来 follow 我？因为他就自己 follow。那你有 follow 回去吗 ？IG？ 我有 follow， 因为不可能一定要 follow 一下。就是还怕他不给我 follow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也是就是很奇葩的一点，就是你就发现他已经在网络上。关注你了，不管是 IG 也好，那个粉丝专页也好，就你有在经营，他都有在 follow 你。对，对，你会
你的发言更就更不能去发一些有的没，因为知道他在看啊。他敢跟你吵架吗？他敢，他敢顶嘴，他敢，而且就是我有时候要去某几次，我要去学校接他，嗯，那他叫我不要去接他，他说我穿的这么奇怪，他觉得被学校看到，被同学看到很丢脸。我说干，干嘛小干嘛的，这么帅的一个爸爸，然后饶舌歌手去学校接你，同学羡慕都来不及，竟然觉得丢脸。他叫我不要去接，他这样同学会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爸怎么这样子？”对，所以就是你知道，就是、啊、好奇妙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反而还会这样子觉得。所以没有因为时代在前进而。就是对家长的对困难。你玩过最大的一次 last hand 的修片是多少钱？就至少可以买车吧，好像一个晚上十几万输赢是跑不掉的。其实我有一个晚上赢过五十几万过，那也有一个晚上输了三四十万也有。了解，你知道就是这个。那你会讲垃圾话吗？会啊，会，很会讲，一定要讲垃圾话，跟球场上一样。第一把我不看牌让你，哎，是不是？怎么说？职业的怎么说？一千太扯了吧，三千五。一把一定要赚啊！反正你有 K 对不对？我有东西，还有东西，那就只能推一推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不行啊，我想要再玩一盘啊！干，中了中了，好大梅花吗？看好强哦！强，老师是盲剑客，看牌可能没有那么厉害。选，哎呦，有东西耶，不错。赢了好多钱，我要买双新球鞋。哎，那你身边有什么人是也是饶舌圈里面，然后你觉得很会打的？我讲真的啦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 Jingle 他说他打了两年职业吧，我没有跟他真的正式打过，是，不然在之前我觉得我应该是饶舌圈打最好的，饶舌圈而已，我没有说其他的妖魔鬼怪，就饶舌圈，对，是要办那个饶舌圈扑克大赛，慈善扑克王大赛。我跟你讲，之前我有跟 Dagi 跟比亚打过，他们都被我垫脚，所以我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知道有一阵子就是零七零八热狗跟短 B 他们就常常会约茶街雕牌，对啊，茶街雕牌可以上来台北，然后就是就会约，然后我们其他这样我也不会打，但是就是去那边在旁边点个餐，那边吃看他们玩，就也觉得。就其实我们一开始约茶街是要写歌，就每次约没有一次写歌，然后都在打牌。啊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筹码，都有什么五子棋啊、香烟呐、牙签啊，然后代币筹码，就是有觉得那个那段是特别好玩。那段时间真的蛮有趣的。我觉得你的个性，你这个人都没有什么变，就从以前到现在，不管你多成事业上多成功。我觉得你的本质的个性就是都还
跟以前短暂我们有一起出来玩的时候，我印象中都一模一样。重点是他就是真的对朋友超好的。对啊，真的对朋友超级好的，真的。就是我觉得现在都没有办法出去玩，不要再讲。对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做音乐做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在音乐世界上面有过低潮的时候？我说不定他没有。没有，真没有。我觉得没有到真正低潮的时候，可是就是难免会有很沮丧的时候。比如说，有好长一段时间你写不出歌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，就是看是怎么搞的，灵感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出现，或者就是你很想写歌，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时间，这个也会让我很沮丧。然后有时候忙完有时间了，顾小孩，小孩去睡了，摸一摸你已经半夜了，你也不想写歌，你赶快趁机去做一点自己的事情，你懂吗？就那时候悔恨说，干一天又过了这样。对，就反而就是这种有一种那种生活创作的无力感，这个会让我很沮丧。可是我也不会轻易的让别人知道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要克服的一个考验嘛，就没有人可以去帮得了、嗯，而且我已经够幸运了，因为我已经在这个行业这么久，而且名啊利啊也好，其实我是有赚到的，就是我不应该去四处去跟别人讲说，我遇到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是因为今天我们聊天，我会跟你们讲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啊到一个阶段的。老师的歌手，他可能都会去面临到的，比如说像蛋堡，可能就会懂我在讲什么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免。黑哥，哇，哎谁来打扰你啊？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带我的朋友们来参观你的工作室，厉害，欢迎来参观。你这种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误入歧途的？就是跳进来的。其实收集玩具是我青少年就很喜欢。买玩具，我觉得那时候打工的钱啊，或者有些零用钱，或是那时候过年的红包那些什么，其实就是会从小就开始收集。对，可是因为那时候，就是第一个也没有那么多钱嘛，那第二个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空间，那都是买一买就堆在那边买，就是还没有真的到收集的习惯，只是就是喜欢。出社会啊，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开始有能力的时候，就开始去。有系统的，对，开始就是疯狂的有系统的去买喜欢的东西的。这个是不是什么那个 Bebo 的啊？嗯，对啊，这个是不是以前有一个什么浴火凤凰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我小时候有这个，对啊，像那个也是啊，这个阿拉蕾也是啊，这个也蛮好的，对，台湾版哦，还有闭眼睛张眼睛。如果日本老的话，就80年代万代的，你看这台湾版。玩玩具的话，还是真的是喜欢它的故事性跟儿时的回忆这样子。那这种里面哪一类的东西是你比较会收藏的东西？就是你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老玩具，所以其实黑哥他很多那个老玩具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。那你跟黑哥网路认识的？因为收集网路认识的网友对，因为黑哥我刚才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玩具猎人。那专门就是在四处去收集，然后买卖，然后帮别人找，然后其实最主要，因为他常会办很多玩具市集，然后我很喜欢他的那个，很欣赏他的精神跟理念，跟他收集的东西，就是他没有去，现在流行什么就去收什么，是他有自己一套的那个喜欢的感觉，对。这个是我童年回忆，我超多 He-Man， 我有全部的，就什么都有。以前嘛，你在讲以前嘛，对，小时候，看都可能都被我妈扔了。就是一个回忆了，小时候都是
戴了那个面具嘛，如果是机器人就戴了面具，然后因为拿了个枪，枪在你后面。这也是那时候老的留下来的吗？对对对，老的留下来。小时候台湾也有出啊，是可以按吗？可以可以按。没关系。那你把这种东西卖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痛啊？我还有，还有。哦，这个是哦，这个声音就这个声音，蛋宝吗？哇，小时候这是以前留下来的，不是现在做80的东西，那90的东西。黑哥，这里面那个镇店之宝是什么？我拿一支这个出来。镇店之宝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拿这个，今年我抽到就是非常困难买到的，就是三方连城的元素的那个绿冰格。那绿冰格也是一种文化，就是改车文化的一种。它厉害是厉害到，因为连利哥都有这一支啊，它是就出50支。那我为了要追它，就是花了我好多时间才抽到，然后闻起来会香香的，日本椒，啊，闻起来那个香味，嗯，然后香味跟那个质感，跟你拍摄的感觉，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一定的那个，所以这是椒嘛，椒的香，哦，真的很香，对，死神也会已经清到了，真的。那你自己的收藏在家里面，你会拿出来把玩吗？会啊，而且我都给。我小朋友玩，有时候在乱摔在地上磨，然后都磨出那个，是我觉得玩具就这样子哦、喔。所以当你知道你那个玩具3-5万块给小孩子玩也 OK， 我 OK 啊，哇，帅！而且大家不要看，其实刚才黑哥讲那个抽选玩具，其实我一天到晚也在网络上抽玩具，而且常常抽不到。对，就是我，所以我才有讲说，刚才有分享到，就是你要有那个。断舍离，有就是不一定你有钱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对，就真的有时候靠缘分，然后靠毅力，真的是这样。像你现在这样，就中国大陆那边这样跑一趟，然后就是这些节目，你觉得台湾跟大陆的饶舌歌手差最大的地方在哪边？我觉得很实际的，就是因为大陆太大了嘛，嗯，然后人多，那你人多，大家的竞争意识更强一点，嗯，就台湾可能相对来说小嘛，地方小，谁跟谁都认识。大陆你看它很多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方言，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有点很像美国，你知道，就是有什么按什么按什么的，每个地方有地方自己的口音，它会以自己的城市、自己的地方为荣，所以就很像美国，真的很像美国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会刺激他们去变强，就是我想要干掉你，证明我是最屌的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两边的那个 hiphop 气氛确实是不太一样，真的是这边比较合的。看到你是哭出来的，我觉得应该会有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一定他们的那个对真性情，我觉得一定会有。都是男生，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讲。那有没有遇过最疯狂的粉丝？很多很多，就是我有个歌迷，他跟我长得很像，嗯，是，长得像就算了，他还。跟我打扮的一模一样。我有一次去到他的城市表演，然后他知道我住哪个饭店，好然后他就跟柜台讲说，我是热狗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我忘记带房卡，柜台就觉得真的是热狗，然后就跟他讲我的房间号码，然后3更半夜他敲门，我想说干，现在几点了？怎么会有人来敲门？我就开门，他就这样出现，他说。
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我跟你讲说你，有人说你就自拍就好了，这样你就要自己在家开门，然后说怎么一面镜子在这边？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生气，我说我在睡觉，然后更扯了，他在那个好像是厦门还是哪一个地方，他开了一个狗哥烧烤。是，所以他有削到一点那样子。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店的那个 mark 就是我的一个卡通图案，在他的店里面，他就是狗哥。好是，我应该造车的。那你现在对你自己事业的期许，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你对你来说一个里程碑？我讲真的，就是这也没什么好隐瞒，就是。我觉得其实我已经老了，这是事实。嗯，对，那我就是想，我觉得再唱也没有几年了。嗯，因为我想的就是要有一个华丽的离场。嗯，我不是要那种没有声音了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淡出。对，所以如果我有一天我决定退休不唱了，我一定会就是。有一个什么专辑，或有一个什么东西爆掉的，对，然后就是敢演完这个我就拜拜。会不会就是其实到那个时候，然后真的发现自己不行？其实我超喜欢演出或者什么，然后真的耐不住，对，超想写歌。就其实现在我还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因为现在尤其疫情嘛，就是好久没有表演，对，但我现在好想表演，你会觉得现在自己的表演燃料是还有的。可是我觉得当那一天慢慢来到，就是你已经有点意兴阑珊，已经有点哇，真的是可能就一瞬间一个念头，你就知道我好像对，所以我想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，然后希望可以留下一个完美的身影，也不要再讲精彩的作品好吗？对，精彩的作品这样子。那你爸爸妈妈会去看你的演出吗？会啊，都会来看。之前我就是演唱会啊，兄弟本色了，对，他们都有来。嗯，对，他们都会来。我妈就是到现在还超级，连我那种就表演穿什么衣服，她都要出意见。哦、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就是这表演看完，她还说。类似说啊，今天表演不错啊，但是哦，你那个衣服啊，颜色没配好什么，再鲜艳一点什么什么讲一些。哎呀，先跟那你觉得，比如说你的饶舌天分比较遗传你爸还是妈？我觉得我们都是练出来，我们对这个没有天分，嗯，我们没有那种血艺嘛，我们没有那种天生的那种律动感，或是对节奏的那种。你知道那种敏感度，其实我们真的都是后天喜欢这个东西，然后这样子慢慢因为喜欢去模仿那些。你看我早期的那些歌的 flow， 妈真的差到不行啊！你自己听就是，那是歌词屌，所以我也是经过不断的，就是转变，然后去练习，然后去变强。那你小时候你爸妈有像是逼你去背什么《三字经》啊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之类的吗？我想真的，其实对我来讲那不是背。你要去理解他的意思，你知道整个他这个诗在干什么的时候，其实我可能比较有这个的天分。那你现在直接想到，就是以前学过的或是看过的那种唐诗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啊，我已经忘光光了，我已经忘光光了。你还有啊？你有？你这样问是吗？一个是什么？葡萄美酒，月光杯。哎呦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然后呢？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战争几人回。哇，他真的是诗人哎，真的。你知道我们在申请公司的时候，他那个文件上面写诗人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送政府那个，对，干嘛？那个送件想说干啥笑？黄金年代再聚首，狗哥相约金丝楼。
满人蛋堡汉军狗，虾饺上卖黄金球，与君相约10年后。好了，我刚差点要，我刚差点要讲错。我这镜头过来一下，我怀疑满人知道豆豆记哦，教授哎，也会喜欢。嗯，靠北，你喜欢吗？我也喜欢。